避けるな。大哥，我想吃。滚！我想吃。不行，别吃了，一会儿吃没了。哎，给你大姐留的。嗯，这个是啥呀？这啥呀？是啥呀？啊，这啥呀？这啥呀？这是你大姐的脚吧？这咋的？我都给你讲小心肝。
明天起床打开窗，瞎的。哎，我操，不下呀！今天回家路上看了一只白菜，当我准备剪的时候，我转身直直的想，炒菜一定有锅，有锅肯定有厨房，有厨房肯定要有老婆，有老婆肯定有丈母娘，有丈母娘她肯定叫我去买房。我只是的想，这一切都他妈是开发商设下来的圈套。我他妈的！你不吃吗？很好吃的，不信你试试。快吃吧，变凉了。这喇叭咋不好使的呢？没喇叭打开，可玩的。没事，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会修。这我会修的，别吃那个。会吗？会个鸡蛋里边扣，我来，我来。完事了，可算完事了，累死我了！你往前走吧，试试看啥样。好着，好着，好着。今天好漂亮呀！啊，不要这么说，今天出门太急，都没有化妆啊。走吧。喂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哎呦，我操，上头了！别动！别动！你已经触动了机关，你要再动，扎你屁股了啊！怎么？慢慢的起来。你别笑！我最后转一个眼睛吗？
打过吧，没有办法，我就是这么强大。追不上我吗？大人是马文。俺家公司放天去啊。就给西方木来啦。哎，出题西方木的一啊，哪么去的一来？俺转来。木转哪么转游戏啊？走吧。拆分了吗？拆分吗？一、二、三。好吃的好喝的，选中哪个哪个都给你。是啊，嗯。你看，快吃吃。我俩去给我老婆送个凳坐啊。行，给我过去，忙完就去啊。坐坐坐。嗯，行。嗯，好。咋的？打电话呢。嗯。你不疼？不疼呀。你给我弄起来。嗯。拿走吧，一点都不疼。可能吧。哎呦。媳妇来吃西瓜啊。啊，弄好了吗，老板？对，你要甜吗？嗯，甜。甜不？嗯。
高速一二三再开始，晓得不？一二三。